哎，刘叔，这次有个事情，可能要麻烦一下您了。对不起。老板也回来了，那个张总的这个事情应该已经……张总的事情我们不再提了，这两天是我态度不好。我啊，喂，张总，你的医药费我会承担，但是这个项目我不做了，以后我们也没有合作的可能，因为我男朋友会吃醋，因为我男朋友会吃醋。不是，合同那个张总，这个合同不要了，只要是你不喜欢的事情，哪怕价值一个亿。不是，你要不要再跟张总打个电话？又是他，我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再跟我提张总，我跟你急。走，不是，出去玩了。哎呀，选他的方案，你来主讲。不，我来主讲啊？不敢、啊。可是我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回不回来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呸！你不就是看上那个臭女人的钱把我妈赶走的吗？你也配？好，谁呀、啊？谁欺负你啊？你谁呀、啊？不是，我管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再说多一句试试。什么？董事长？我还马云呢，神经病！拿着，我告诉你啊，只有我不欺负你。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咋了？陪我玩个游戏、啊。陪我玩游戏啊？玩。不敢。来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哦，就是那种两个人就都不能动的那种，是吧？可以啊。来，喊开始吧。我喊开始是吧？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我说。不是刚开始你输什么？因为我心动。啊，老板，这一点都不酸，我想吃醋。嗯？吃醋啊？对啊。你确定啊？那肯定这个不酸啊，我想吃醋。阿坤。老板怎么了？算了，够啊！那 run。哎，可以啊，小何，这波勾引满分呐、啊！那当然，你们看看我是谁，怎么分？这样子，一人一半，够意思吧？又在这江湖劲儿是吧？工资没了是不是？我老板今天好凶啊！怎么了？啊，借一日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怎么了，老板？心情这么差呀？我玩游戏玩欺负了，行吗？不是，你也玩这游戏啊？啊，现在不是都在玩吗？不是，那你早说呀！我可是30天拿了万元礼包的人，榜上有名的呀。嗯。真假？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跟小何在城外抱了一个菜鸟的屠龙刀。抱了一个菜鸟的屠龙刀，那菜鸟还以为我真的会带他。游戏 ID 是不是叫曹碧森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老娘都是那菜鸟。不，白山还吃什么？面具超轻。最近公司不是状态不好吗？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有人给咱们公司投资。投资啊？真的假的？那当然啊，就冲我金国这两个字，大把人给咱公司投资。晚上去订个酒店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家小姑娘年年轻轻的都大有作为，你跟人家多学学行不行？看你挺正。不是我又怎么了我？哎，妹妹来了，来了，这么早？对，来了啊。那这个就是给咱们公司投资的何总。哦，何总你好。森哥，你谁呀、啊？
你谁啊？我是玲玲啊，难道你忘了我啦？你认识？对呀、啊，小时候我和森哥一起玩过家家呢，是吧，森哥？啊？可我那个我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小时候的那个黑妞是不是你？对对对，就是我，我就说森哥肯定不会忘了我的啊，真的是太巧了。哦，对了，姐，我今晚上订了一个餐厅，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？我刚好跟森哥叙个旧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个，我这还有个事儿要忙的，那个改哎，不是，老板。